总是自觉加班，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机会。你总说等会儿，你总说快了，你总说下次。好在总有人会为你留灯。你总是午夜熄灯，独自走出办公室，你总想还能再好一点。好在你不是一个人。你总是行色匆匆，只为赶上末班地铁。好在总有一趟列车在等你。午夜12点，你汇入人流，汇聚成高新园站最后一个晚高峰。这可能是中国最特别的地铁站，因为你不愿下班，地铁也就陪着你加班。你的节奏就是城市的节奏，你的气质就是城市的气质，你的全力以赴让整座城市奔涌向前。这里是中国硅谷，是创新之都，是正在奋力跑出加速度的深圳。今天刚刚闭幕的深圳第七次党代会上，我们决心用5年时间把经济总量从现在的2.7万亿抬升至4万亿，经济实力、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。是你们，是你们，是每一个了不起的我们，给这座奋斗者之城的最大信心。今天党代会胜利闭幕，目标已定，蓝图已绘，明天是奋斗者的节日，祝奋斗者五一快乐。